大家好，我系家日口语书发先生，为咗爱确是做好风日。而来台湾嘅年啲国语涉四年内就去提贴手，材，越南嘅年全国上半行几千，就有几多万心立客几个今日冲扫填子讯报品质，所以若下步人好似咁条件就人佢而先抢期待风日。呢个，提前到六十五岁以上嘅老人家，又系六岁之下改成年呢冇事系有慢性病反应，配合大家。 听日我汉警方冇格卫生查皮警员，提供前次喷住我系大风节呢个，全国月就在新闻，台湾李小明解封节小专庄去，老老人是服务窗口内门来主满，提供某找施宣布资料，然系我系大风节呢个，如果找归天气大警员，最高为分别法十五万元，老至八万元，强排合全覆盖方式检测，确保康健安全。嗯